那么很多吉他自学者不会看吉他谱，把吉他谱搞反了。他把吉他谱最上面一条线当做了六弦，把最下面一条线当做了一弦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错的。正确的顺序是最上面一条线它才是一弦，最下面一条线才是六弦。从最上面开始往下数是一二三四五六弦。那么吉他谱当中的叉叉，它是代表弹的意思，叉叉标在三弦上面，就代表我们右手要弹一下三弦的意思。如果叉叉标在一弦上面，那么就代表我们要弹一下一弦的意思。那么好，这个吉他谱要弹一下三弦，再弹一下一弦。那么在吉他上面最下面最细的这根琴弦是一弦，往上数是二弦、三弦、四弦、五弦、六弦啊，它跟吉他谱刚好是相反的。那么好，我们弹一下三弦。好，三弦在这里，我们弹一下三弦，再弹一下一弦啊，一弦在这里，我们弹一下一弦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很简单啊，谱子就是这样子看的。